进入高快速公路，若临近主线道车辆甚多，不能适时安全转入时，应在加速车道中降低速度等待机会。进入高快速公路，若临近主线道车辆甚多，不能适时安全转入时，应在加速车道中降低速度等待机会。进入高快速公路，若临近主线道车辆甚多，不能适时安全转入时，应在加速车道中降低速度等待机会。